管你妈的有没得生意哦，这个抖音必须天天都要发哦，你不发哪个晓得你在整啥子呢？是不是？你发了吗？多而不少的有几个人看得到嘛，还可以弄几个赞。你不发锤子大爷晓得你是整啥子的，是不是嘛？朋友们，打工这辈子我是不想打工了，我宁愿当一块钱的老板，抽五块钱一包天下秀。